三步，你别下了，我跟你说，还有可能。三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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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步
来，上膛，扣动扳机，发射。好，好，小心点。去。刚才跟着老韩话说重了，为这货也不值啊。不是为他，是为大家。你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就想着怎么出气呢。哎，据点每次是怎么和县城联系的？八路问你话，你看什么看？你是八路军吗？我也是，我是。柜子里有药箱，帮我包着，这些。你还跟我谈条件是吗，东野？你们有问我问题，我当然可以提条件。老韩都是因为你跟我翻脸，我现在后悔了，我想弄死你，行不行？一间小队随时都会到，你们要我帮助你，你们就先帮我处理这只手。你事儿还挺多的，你先回答我问题，什么时候会来人？一共来几个人？明天。或者是后天，到底是明天还是后天呢？六个人。什么六个人？哪天？沿通信线路走，每天一次，向检查所到的路段驻军汇报。是担心的要命。好，他要是敢动的话，一枪打死你。兰花，哎呦，兰花，来，这是药，这是儿子的血，他怎么样了？我问你话呢，他怎么样了？你进去看吧。啊，哎，我不进去了，我就在这儿。兰花，咱家只有这一个儿子，啊，一个儿子，只有这一个儿子。别看我，往前看。枪毙我！少废话，走！如果你要枪毙我，那我就不救了。你说呢？我投降了，是俘虏。八路军不是俘虏，我又不是八路军。你想想，如果电话线修不通，会耽误很多事。
让他给你！。起来！起走！一会儿有电话，你接。 电话呀，会通吗？会。可能你的人已经杀死了阿萨库拉。这就不用你操心了。电话通了，你跟那边说这边没事就行了。然后呢？我要知道你们以后的计划。大木山会有部队来香木镇。要几天？4天以后。那就是说。 我还能活4天。是，只要你配合或者投降，你就可以活下来。八路军不杀俘虏我，那得看你怎么配合了。如果你不配合，你还是敌人。一会儿电话响了，是死是活你自己定。你到据点里来。 就是来投降，让我放松戒备。那我就跟你说句老实话，我来就是想试试看，能不能硬闯。如果能，那什么都不说了；如果不能，那大不了让你给绑了呗。佛，佩服，你惹了这么大的麻烦。要是我，我不敢这样做。这麻烦有多大呀？ 据点的线路会不会通？你知道吗？我会不会打电话向县城求救？你知道吗？利剑小队什么时候来？来了你怎么应付？我的小队有11个人，现在就剩下了4个人。据点到处都是弹孔和毁坏的门窗，你怎么蒙混过去？大木山的八路军。 他们到达这里要经过八木连队的驻地，大部队顾不来。那些镇民，他们松散，不听你的，怎么办？据点，等过皇军的顺民，多好。东爷，你看你这一说，我后悔了，真后悔了。你知道我现在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吗？ 我最大的麻烦就是你，我告诉你，东爷，来电话你要不好好说，我直接弄死你。你要配合我们，合同是怎么说的，你怎么做，什么都好说。我可以活着吗？那要看你怎么配合了。你是八路军的军官。大木山南下支队正攻一处。 什么军衔？团级干部。反正比你官大。我可以配合，向县城通报，是用日语。你们怎么才能相信我？日语能说。 私は普通の女ではないって。しかも父は知識人だ。どんな知識人だ？君と関係ない。通了。 已经通了，下，快点，过来，接电话。
小林氏東の。それは山崩れによるものでした。今はすべて修理できています。補充設備と物資と人員が必要です。いえ、必要ありません。山武舰は問題ありません。偵察小隊はあさって着きます。はい。多少人？はい。多少人？偵察小隊は。说中国话。 地前小队，5到6个人，补充设备给养，检查线路，保障据点，向分段的驻军汇报情况。他们属于东巡保障部队管辖，现场不清楚，问多了很奇怪。哼，想得挺周到。不用。 活下去。喂，郑爽吧？我去看看吧。不，你行吗？你太小看我了。哎，你过来，赵桑得让他活着。据点，你再找个人过来守吧。我觉得我得跟你回镇上，跟大家把这的情况说清楚，然后咱们再想下一步的对策。行，我叫肖小来。啊，老实点。 大爷嘞！大爷！我投降了，是俄罗，反正也不是俄罗。我要你尝尝人肉把子的滋味。我岳父那三枪是不是你打的？我岳父也故意的。你拿了两枪了，何时一枪？什么两枪一枪的？我要打死你为止。 站住！ 站住！站住！这事儿让我出事了，我是俄罗。哎呀，这，赵爽，杀了他算了，反正何同志也不在，这跟何同志没关系。把枪给我，我不给。哎，拘点就拿。明白了是吧？你是不是想娶何同志了？不然你那么请他的，还以为他跟韩波翻脸。 你把刚才的话再给我说一遍。我跟老韩翻脸，有没有你爹的旧账？别人说说就算了，你也这么说？我爱娶谁娶谁，跟谁都没关系。你是我女婿，你不应该不知道吧？何同志怎么了？我怎么就娶她了？我怎么就听她的了？那为什么不能杀东野？肖先生，你给我喊什么？我这还一肚子火，不知道跟谁撒呢。 老子逼贼，还逼我去走人，两天出县城，十天到山东，谁也找不着我。但是我走不了啊，郑爽。为什么？我怕你护不住我闺女，我也怕韩德海护不住我师妹。东野。 跟县城那边通了电话了，把县城那边算是摁住了。但是5、6个人的利检小队这两天就要过来。那来了就一起都杀了呗？有那么简单不就好了吗？利检小队是沿着电话线走的。赵桑，是不是？是。哎，他沿着电话线走，到了一个地方，跟下一个地方通电话。那咱们是要靠。 东野来护那利检小队的日本人，他想活命啊，那就好办呀。啊，对了，还有这货，想活命吗？不想活命。这样他靠得住吗？靠得住，靠不住就连你带利检小队一块弄。说起来，所有的祸气都是我惹的。
您别这么说，那您出头那也是为了我们郑家。您要是不忍，那哪天我也忍不了。要不然苍兰都瞧不起我。你爹明天出头七十了。东野带着这群货给你爹送殡。石磨明天要磨豆腐怎么办呢？吃完我跟你一块去。啊，哎，韩风怎么样了？哎呀，在酒铺里呢，兰花跟三炮都治半天了。没事吧？哎呀，还不知道呢。哎呀，只要你没事回来，我这颗心就放肚子里了。哎，这可不能这么说，都是一块去打军粮的，那韩师傅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再去看看。慢点，脚。韩师傅，韩风怎么样了？哎，哎，怎么样？他现在没事了，不过得躺着不能动，要养。最少半个月，二十天。兰花，就让儿子在你师哥家睡了，你好天天来看他，我天天要跟他照面。老韩，你怎么了？韩风刚捡回一条命，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回去说，回去说，先把儿子弄回家啊。豆腐，搭把手，帮我抬人。韩伯父都说他现在不能动。这又不是你的身子，你凭什么替风哥做主啊？再说了，躺我爹的屋里怎么了？我怕我要了你爹的命。要我爹的命？豆腐哥，到底怎么了？别说了，来来，抬人抬人。那我先去拆门板啊，快！为你们一点破事儿，你们就不管风哥的身子了？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我不管。但这是我家，得听我的，不许开。他这是我儿子，他是我哥，你想跟我爹动手啊？那就冲我来，动手啊！不动是吧？那就出去，小九，关门。韩师傅，谈不谈？照顾好儿子。哎，谈。灿烂，谁都不许进来啊！我回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啊！你照顾韩风。还谈不谈啊？押着焦仓去据点，何同志一个人我不放心。哦，带上。哎，那您呢？这打完据点不都回去了吗？应付利剑小队之前，我得跟他们吹吹风，要不然何同志跟他们说我去，我怕他们觉得奇怪。啊，
哎，那何同志说怎么对付利剑小队了吗？没有。那他们奇怪啥？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就把利剑小队通通杀掉，要是杀不掉，那据点还是据点，还是他们的。你看，据点不是一共11个人吗？现在还剩4个，那我们就得找7个镇民去装成日本人，这也好，算2个看1个日本人呗。 岳父，那咱们办日本人，那能成吗？这也没办法呀。大不了把今天做的事儿再做一遍呗。那赵仓咱不杀了吧？不杀，听您的。哎，不是听我的，怎么还转不过弯呢？是听何同志的。东野也不能杀，得留一个头啊。 要不我们7个人的装着也不像啊，得有一个头带着，对吧？我回头让灿烂到据点去找你，他也想你啊。好。啊。啊，我熬了粥。 这个镇西那个田根家呢，杀了一只鸡，哎，我准备把它买回来炖给儿子吃。你先把药熬上。别打，别打。手上全是血啊！洗手。在据点你伤了吗？哎呀，儿子伤还不如我伤呢。师哥，你少给我提他。 这些东西，等师哥回来，我就还给你。不是你的女人，就算要死，我也跟你死。可为什么非得不能提师哥？我希望你们俩能够好好的。但如果你们俩非要对头，我也是你的。我给你弄点热水，你先把手洗了。这儿子的血，我看着眼晕。 说话是不好听，但是是真心疼风儿。人先不动，先在酒铺里边养着，等好了再说，行吗？能动了一定给我抬回来。你们2个人住一间。 关上了，哎，哎，徐天呢？哦，他回镇上了，一会儿回来。哦，何同志，嗯，你一个女人怎么对枪如此在行？女人就不能对枪在行了？我是当兵的。哎，你过来，看看这个。你过来呀，别怕。 这是上子弹用的，这是上膛用的，这个是扳机，发射用的。来，你过来试试。我？对呀，没事儿，不怕。一会儿啊，你上城墙去戒备，
我在这儿清点其他东西。哎，好。哎，何同志。嗯。刚刚我岳父跟我说，要让我们搬日本人来对付丽检的小队。搬日本人？他说话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搬日本人怎么可以？好像也不是不可以。你也这么想？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哟，徐老板！哎，徐老板，这两天办怎么样了？你还不知道呢吗？也知道，记者打下来了，八路军马上找咱们进里来。这个八路军撤了，上山了，留下我一个人看据点。他不是这么就走了呢？啊，徐老板，八路军多忙啊！啊，忙完了不就得走吗？小鬼子那么多，那这儿打完得打那儿，你以为都像你们似的闲的没事干啊？需要他们了，我再把他们叫回来。啊，哦对了，明天郑老爷出殡，据点里的日本人都过来。给郑老板磕头送殡，晚上都过来喝酒啊！日本人磕头送殡，不是跟你说了吗？祥木镇太平了，就告诉大家去吧啊！日本人的威风没了，我们开始威风了，去吧啊！告诉大家啊！太好了，太好了，都来日本人了，都来日本人了，见好了，走，见好了，见好了。小伟，啥事儿？我让你回来叫三炮和木匠，你怎么吃上了呢？哎呦，忘了，吃你不忘？提示都已经做好了，那我去叫他。哎，行了啊。晚上我请客喝酒，千万别告诉半仙啊。好。哎，咋赞？一起清上。爸。哎呦，闺女，头还晕不？你还知道我晕啊？那不是怪你。哎，峰哥在里屋呢。三炮看了没有？看过了，兰花师姑也给上了药，说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现在动不了。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这怎么见人呢？我。哎，爹，你跟韩伯父。到底怎么回事啊？大人的事儿，小孩不要管。出来说。小九啊，你去据点把何香和郑爽接回来。四个日本人看得住吧？不老实就揍他，别打死了啊！咱俩，你跟着一块儿去。郑爽回来的时候，你陪他说说话。那峰哥怎么办？他爹和他小妈呢？郑爽在这儿，刚才发脾气，让他们走了。他自己的儿子不管啊？你没事老发什么脾气？你在据点里不是跟韩师傅动手吗？韩师傅要搬他儿子，三奶不让，就吵起来了。我那是开玩笑的。我自己都不当真，你们还当真呢？我们不当真，但是人家韩师傅当真。没事儿，我叫他肯定回来，你信不信？那这叫过来一块喝酒呗，马上就快晚上了。你就知道，他就知道吃，你俩真是一对儿。不过据点打下来是该乐呵乐呵啊。哎，灿烂，嗯，你一会儿去的时候把三炮叫上啊。干嘛？哎，那个东野的手指头让韩师傅砍伤了，给东野看手。为啥？让你带就带，哪那么多话呀你！我不带，我就不带。郑爽也伤得挺厉害，你随便吧。那我赶紧去吧。哎，赶紧叫兰花师姑来啊！峰哥就一个人。去叫，我去叫。行，交给你了。哎，好好。嗯，小样。小九，赶紧去收拾聚聚点，晚上我过去。看家的任务交给我了。我去送啊。我去吧，万一师哥回来你看着又不高兴。哎呀，那我就更得去了，我儿子还他在他那儿呢。不用不用不用，
韩风嘛，我去喂。这韩风也是我大侄子嘛，好歹我带了他十年呢。我比你疼他，你别不服气。给我吧，来。正事儿差点忘了。老何，德海，那个韩德海师傅，我是来向你道歉的。打人不打脸，说话不揭短，我不是个东西呀，我怎么能当着日本人的面说话说的那么过分？我错了，你不知道，你一走，何同志把我就批评了，那把我说的，我做人我都不想做了，我都不想活了。你怎么不去死呢？我陪伴不是，我再去死。据点这刚打下来，后屁股一堆麻烦事儿呢。这事儿，德海老哥，你要是不帮忙，这下边的戏唱不下去呀。老韩，大伙我都打了招呼了，晚上到我酒铺去喝酒。一来呢是商量一下接下来怎么办，二来。我要当着大家的面儿向你赔不是，向你道歉，怎么说都行，能把你老韩的面子找回来就行。哎，你这话啥意思？这话听起来怎么我不通人情啊？是不是？你总是会把道理反过来说呀？那你教我怎么说，我怎么说你才能高兴？不，又错了，老韩，我错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东西拿回去吧。这个我没用，就放你这儿吧。我不用。行，我拿着吧。这给韩风的是吧？我过去喂他。老韩，你那个消消气儿啊！就算不给我面子，你给你儿子个面子。过去陪你儿子。天儿，哎哎，哎呦，肚子怎么样啊？想不起来就不疼。八路怎么样啊？走了。日本人怎么样？该杀的杀，该留的留，还剩四个在据点。留他干什么呀？日本人很可能还会来呀，留着就糊弄日本人。能糊弄一天算一天。糊弄他干什么呀？大家都得过日子呀，那日本人又杀不光。杀得光。反正接下来的日子是不能杀。姐，咱能不能换个地方晒太阳？你看那据点的太阳跟这是一样的。为啥呀？帮着看一看日本人。你们看不过来啊？个人有个人的事儿，他个人也有个人的心事，心不齐呀。我跟你也心不齐。那这不是不妨碍您晒太阳吗？我还知道你胆大包天，冒充八路。现在是我一个人胆子大，一点用都没有，得大家胆子都大才行。明天我就去据点晒太阳。七爷，那咱说好了。给你们的。有个大，真是太好了。哎，那是给他的。哎呦，都走。哎呦。私は
やはり金のないやつですかね。お前はよくやった。否定の話では、検察庁が着いた時には我々の部隊に応援そうです。どういう意味？住民を日本軍に紛争させ、出隊は11人に揃います。我々はこの機会に検察庁とともに住民を滅ぼし奪い返すことができます。警察招待は多くても6人、我々は4人。もし奴らが日本軍に変装していたら、大体7人ほど身近にいることになる。わしらには機会はない。それでもこのままでですか？機会が来るまでは、できるだけ協力するんだ。隊長は、どうして連絡の時に慎重に救援しなかったのですか？生き延びるためだ、このバカモン。了解。たかが一人の女八郎と中国の一般人のもとへ下るとは、わしの最大の恥だ。隊長が言って何の機会を待っているか存じませんが、命令さえいたったければ。分かる必要はない。わかりました。では私は彼らをしっかり協力します。お前が一番得意なんだろ。这据点真是咱们的了？怎么没看见郑爽人啊？对，这城墙上没人啊。郑爽，郑爽，你在里边吗？郑爽！哎，日本人！郑少爷，郑爽，你吓死我了！机关枪，真的。要不然我给你打两枪。打什么打？你赶紧把门给我打开吧。哦，快点。郑爽，人呢？在这儿。啊，郑爽。哎，躲啥呀？我看看有没有受伤啊！啊，我没事儿。这位就是大夫吧？哦，三炮大夫。他说什么？他说我爹让他听你的，晚上在这看守日本人。哦，好，那你们跟我走吧。哎，别动我！你刚刚干嘛躲我？刚才这么多人，我怎么好意思？那怎么了？你是我男人。灿烂，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现在想我了？八路军的制度是优待俘虏，你们都体会到了。完全体会到了。所以不论你们之前做过什么，只要你们愿意向中国人民投降，愿意配合抗战，就一定都能活下去。队长已经给我们下过命令，我们会完全、完全、完全的配合。国王辛苦大赛。我有一个要求，掩埋我的士兵，我能不能在场？可以，他也可以。ありがとう。那个我你不是说今天晚上请客吗？所以我现在先预支一壶酒。我喝吧喝吧。我问你个事儿啊。哎，你说。
镇上的人都怎么说呀？哪方面？这两天据点的事儿啊。一共七个八路，打据点，你是带头的。都信吗？现在想让他们不信，都办不到了。那春天的歌谣，歌谣，才知道冬日的严寒，严寒。经过那古树的煎熬，煎熬，才会有秋天的渴望，渴望。渴望去过那沙地的大道，大道，才会有包裹的荣光，荣光。还我战友，还我血，还我那河山，我家乡，还我家乡，把战鼓擂起来，让战旗飘起来，把大刀拿起来，把钢枪举起来，把战鼓擂起来，让战旗飘起来。举起来。